第一场一v一的对决，期待已久，杨正对阵杨浩哲。喂，杵他，杵他，哎。杨正做内线，指空，但是没能命中。白色，好防啊，好防啊，好折，好折。杨浩哲，后仰，差了一点点。别那么大，浩哲，稳一点。没有关系，来来来，两边加油加油加油！杨正，两分轻松。好的，好的，杨正，落到篮下去，加油，正哥。杨浩哲，过来过来过来，连续的胯下。寻找机会，哦，没事吧？脚趾头，他脚趾头都戳地下了，可以吗？还可以吗 ？OK， 加油，兄弟，你住啊！杨正在内线。对了，杨正，没关系。对了，好球！造成犯规，再防再防！耶，好球！好球！好球！两罚全中。稳稳稳，一个字稳。浩哲加油！已经很痛了，脚。我打两分没什么意义，我只能去赌三分。哎呦，这个球啊，差一点点啊！他路线是对的，力的问题。脚可能有点影响出来了。哦，超远的三分。加油，浩哲！谢谢谢谢，休息一下，休息。一个都没有进，所以就心态炸了。我唯一的优势就是靠速度去打的，我加不了速度了。特别心疼浩哲，特别想替他打。杨正弧顶，险些失误，机会。两分打中，九分来到赛点，耶！别松，杨正，加油，两分，两分。防一个，防一个。哎，这个球脚使不上劲儿啊！浩哲，顶住劲儿啊！忍住啊，浩哲！观众都在喊我的名字，给我加油，真的就特别特别感动。再来再来，别气馁啊！记得我们的 slogan， 拼到底，玩得起，来吧，两位。
杨正。杨浩哲成功盖帽。打篮下呀，杨浩哲。两分命中后仰跳投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杨正顿败之后，命中拿下比赛。好的，那么恭喜杨正晋级全国十二强，晋级这就是灌篮全国总决赛。他不有伤吗？胜之不武，但是他勇气可嘉，态度值得表扬。杨正，请登上全国十二强的席位。我觉得他就是我说的，就是有时候不能受到观众的干扰。敌对的呼声越高，你越要进球给他们看，这是一种证明。我们队长不错。同时，杨浩哲继续待定。谢谢大家。我